尹光日前推出全新 rap 歌，呢日佢现身庙街一间怀旧茶餐厅做宣传。系啦系啦，好话好话，你系特价，跌倒企翻起身，病嘅好翻嚟，识得翻屋企准备，我想翻嚟，由头到尾，我哋都系做翻我自己，有时悲，有时喜，有时都只系得败笔，不过你仲有我，我仲有你。 除咗首播佢嘅新歌 MV 之外，并宣布喺5月会举行演唱会，将会担任嘉宾嘅虾头杨思敏同 MV 导演张志峰都有现身支持，虾头话好荣幸被前辈邀请做嘉宾，而光哥亦对虾头赞不绝口，仲献上一吻多谢对方应承邀约添啊！哇，即系冇办法唔应承，真系好多谢阿光哥去邀请我，系啊！唔系我识阿虾头好耐，但系我哋少合作，近来睇到佢都咁 hit。 哇！又攞獎又勝，咁啊梗要揾佢幫手啦！哦，聽佢唱過幾句歌，哇！哇！頭你識唱呢啲歌咁過癮嘅，仲犀利過我啊！因為聽你歌多啊嘛。因為我自己填詞都填得好笑啊，歌，但你嗰隻歌仲好笑過我啲喎。我哋演唱會會唱嘅，係啦係啦。兩位之後會唔會有啲合作或者歌上面嘅合作？我會諗下，即係希望有啲合唱嘅歌咧。 正經歌咧，好多人唔中意我唱嘅。我唱啲正經歌，啲人唔拍相嘅。我唱翻啲笑歌咧，就有啲掌聲啦。咁以後咧，就有咗蝦頭咧，諗多啲合唱歌同佢搞下笑啦。為重現廟街特色風貌，今次嘅製作方面亦落足本，豪花六位數字用虛擬實景拍攝，感覺都好逼真。呢個 MV 直情係非常之好玩添啦！我一路拍一路好開心，因為我從來都未拍過。 咁勁嘅 MV 嘅，你就睇嗰啲 background 啊，哇！佢拍個廟街真係成個廟街搬咗嚟，曉喐嘅喎。頭先真係我第一次同阿光哥一齊睇啦，我冇諗過，咦，係原來係虛擬㗎，我真係冇諗過係，但係佢好似真㗎，真係好似喺廟街度拍咁㗎。虛擬個科技拍攝，好犀利啊！係啊，我頭先講咧，啲冷氣機影嗰度有個冷氣機啊，有水滴落嚟嘅喎。 好真實㗎，好真實㗎，啲人係曉喐佢都買嘢，都行㗎喎，仲上埋太空添啊，由廟街飛到上太空啊，好正，係啊，好犀利。張志峰日前被爆同王菲因為拍攝劇集發言人戲假情真擦出愛火花，兩人以秘密拍拖大半年，呢日 Fred 亦有回應戀情傳聞。了解中，了解咁大家係啦，大家都開心的，係啦，即係都有出街食下飯。我哋成班人都成日出街食飯嘅，好單獨。 咁一定係單獨嘅，係咪先？咁對方係咪你嘅擇偶條件咧？即係樣貌上，樣貌上就我就唔係好睇樣貌，不過樣貌上係 OK 噶。覺得對方係咪適合嘅伴侶？唔可以咁快講嘅呢啲嘢，就係咯，順其自然地睇下大家。 咩感覺啦？最近忙啲乜嘢咁啊？嚟緊5月頭都要入組拍《逆天奇案二》，係啦，咁嗰度拍半年到咯。會唔會同阿飛合作啊？有機會？以我所知，好似佢都有份，唔係好清楚佢飾演啲乜，但係就好似有份嘅。